เลยล่ะค่ะ小爱同学，炖猫汤。小爱同学，大声一点。小爱同学，我在炖猫汤。炖猫汤就是要先把猫打一顿，然后把它放入锅中，让它自己开水龙头把自己炖了。喝了这样的汤以后，被子不会被撒尿，沙发再也不会破了。以上答案仅供吓唬你的猫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两只猫打架，应该说两只公羊打架对角。小爱同学，在学猫叫。好的，小潘潘的学猫叫送给你。
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咚咚咚跳，你的傻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。